这么贤惠，那带你那几盒包饭吧。还真准。来，你先吃。是，你也吃，你也吃。哦，我饭量很小的。要不我们快点喝了。行，你喝什么？嗯，我喝可乐就行。我喝水就行了，喝甜的对皮肤不好。好，我去拿。哎，他走了走了。哎，他说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你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哎，他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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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你慢点喝。你们一会儿还有安排吗？没有了。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啊，那你俩去看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嗯嗯。他怎么了？你难受吗？我。你有病啊，你拿我这儿开玩笑就算了。哎，我这不是力求完美吗？哎呀，我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。下次我的意思是我情商高，负责线上聊，你有颜值，负责线下见面，事成之后咱俩无分账。那我是要上半身呢。事成之后看缘分。哎，你先跟他视个频，稳住他。那个，你一会儿千万别笑，你别把皱纹露出来吓人。好，请便请便，快快快开始吧。你谁啊？我是个女的。我是谁？我真不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说话。我是谁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他妈。啊？真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啊，还叫阿姨呢？妈。哎。你们见我闺蜜俩出来吃饭，一人坐一桌的吗？王美丽为了能多用一张这个优惠券，非得跟我分两桌坐，还要跟我演一出老友重逢。成到我。你好，那个我点单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，你喝啥呀？哎，这妞儿，怎么抢你一个人呢？对，我一个人。你来青岛？哦，我昨天那个，我昨天、这么地吧，你那个帮我把我的菜上这桌吧，我们俩拼个桌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认识啊。厕所是不认识。我憋回去了。三个吧。嗯，行。一共是二百一十。我们有这个票。哦，他有一张。嗯。啊，不是，一桌就用一张。不是，我们拼一桌。对。我在那桌点的菜嘛。嗯。行，那先券给我。我券在。哎，王美丽，你看没看我把券放哪儿了？你今早出门的时候，我看你放在坐口袋里了。对，我也记得是我今天早上放的。你俩是刚碰见了吗？哦，那个我们俩是还是不是？这衣服他要你150，他给你加158，他这个是。你就讲了8块，过点声啊！你这个地方你得使劲看，你得先叫一个老板不给你的价，慢慢往上叫。看我的，姐，你再便宜便宜，你便宜不了，便宜不了。哎呦，我一就干这一行，那这衣裳肯定在积木那个厂订的。你看这个料子，它的成本也就20-30块钱。20-30，我20-30根本就进不过来，好吧？我想就那个价，便宜不了。50。50？50，卖了。我去，牛啊，50！且我们再去挑别的哈，我们再去看别的啊。贵的贵的，肯定还能再便宜，肯定还能再便宜。姐。这袜子送我双呗，袜子20块钱一双买的，不行。哎呀，我以后我穿了你就赚回来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个衣服都算你50，袜子真的送不了，我真没办法。我这都来，哎，行，快快，行，送你了，送你了，送你了，哎，真会讲价。
52一共，扫码吧。这袜子20。对，我们袜子好袜子嘛。袜子我不要了，30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妹妹，咱不能这么算，你最好让我赚点，真送不了了。那我不要，不行，那不行，都好说，真觉得是我。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别回头，30。哎，不是假装自己喜欢闺蜜，看她有什么反应。王美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单身吗？就像你单身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我对了，我为什么一直不找对象？你想想，咱俩认识6年了吧？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你就肯定能明白啊。你愿意吗？今天是挺热的哈，我洗个澡哈。哎，这个人洗澡怎么不拿浴巾啊？妈，王美丽，你没拿浴巾啊？我给你送浴巾来。哎哎，妈，不是你没拿浴巾，你替我行。哎，我给你搓搓背吧。啊，你别进来！不要！不是，咱俩不都互相搓背吗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我洗完，洗完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刚刚不是还说热吗？洗完澡有点冷。哎，你先回去了哈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啥呢？神神秘秘的，快睡觉吧。哎，手机，你手机。哎呀，哎。你也知道了。不是，快睡觉吧。不是，那个，那什么，就是这事儿吧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哈，但是。爸妈知道的话，他肯定打死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说，那我没法。95后闺蜜到底有多少存款？唉，怎么了你现在？嗯，没事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怎么了？欠人钱了吗？人在楼底下堵着我，弄得我现在我都门我都出不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最近怎么办了。欠多少呀？5万。五万？哎呀，你早说呀！这点钱你至于吗？我微信转你啊。长点，我去，这是本金5万，我还有利息呢。利息他能有多少钱啊？他的利息20万。20万？哦，你没有吗？那我自己想想别的办法。能有的呀！我这个妈，我给粉丝准备福利了呀！什么福利啊？我这不联合拼多多给咱粉丝准备了50台 iPhone 13作为福利，不砍价也没扣，数量虽然不多，就是我的小心意嘛。评论区的链接我已经放好了，大家点去抢就行。这钱又在这儿，我就不信你没留小金库。那你钱在这儿，那我怎么办？那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？我有办法。我去，好沉啊！一会儿包给他，直接跑。好，行，算了，我跟你一块去，我接你。哎，不用，哎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欠人钱。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存款嘛，没想到20万说拿就拿了。哎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怕你乱花钱嘛，这不是？你这是闲的蛋！哎、不是，你让我看看，我没见过那么多钱，哎、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啥呀，王美丽？这是20万。Surprise！ 当我假装爱上高龄大叔，你大爷！你怎么还骂人呢？这是我宝贝儿，你知道啥？你逗我呢？我谁有功夫逗你？宝，我想你了。哎，秒回！宝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血糖都超标了。嘿嘿。你这是搞不明白。哎，人家找对象都是学历高、颜值高、个子高，嗯，你这是个啥？哎，血糖高、血脂高、血压高，你图的啥？我们就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，我们这是真爱，这是真。你们俩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他都比你爹得大3岁吧？那这不妥妥爹系男友吗？他到底哪吸引你了？
人家是个双鱼座，可浪漫了。前两天还为了逗我开心给我买礼物了。他这岁数能给你买什么？痒痒的泡脚桶还是膏药？他给我买的车啊，买车。嗯，这是他给你买的？对啊。那你别说，这么的话看顺眼多是吧、哎、他旁边这大爷谁啊？他哦，那是他弟弟。有对象吗？